首饰不外乎就是一个让女人变美的东西，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商品，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让女人有自信的东西。那我何不就把首饰这个定义给重新来过？明白。那个完全就是在反现我们女性在追求美的过程当中，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讽刺，或者是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辛苦，可能就犹如刑具般。我希望表达是在一个生命的绽放与陨落的一个更替，所有的美好与不美好、不完美以及凋零，这些最终都会迈向一个必经之路，对对。然后在经由死亡之后，又是迈向一个新生的过程。